今日系5月11日，香港嘅湾仔码头，你见到人山人海，都好多人，基本上每个人都举住手机，然后就望住个天，天色就非常之好，完全可以睇到啊！喺无人机之前有架飞机哦。无人机表演张达培、幻彩咏香江于8点开始。感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啊！香港夜景依然都是咁 wonderful。呢度就是一个媒体区啦，哇，有好多摄录机啊！好彩今日受到邀请，可以入去，可以好他条咁样影。哇，原来喺嗰度起飞噶！呢幅墙就有啲无人机准备紧啊！首星期就佛诞同埋太平清照啦，最主要就呢两大主题之一。成个表演就10分钟，基本上无人机可以飞行嘅时间都差唔多嘅啫。而家仲有几分钟，吹紧海风。咁嗰边就系啲飞机准备紧，而家另外仲有一部细嘅就喺个定位。其实成个维港海都好靓嘅，啲船又上细啲灯啦。然後啲建築又上曬啲燈啦，啟德嗰邊咧樓盤入埋火會更加明亮，好似成個軍隊咁啊！喂，一層一層一層倒數緊啊，好似啲精靈咁啊，好似啲螢火蟲啊！佢開始 ready 啦，好靚咯！開始變形咯，但佢啲音樂真係好古怪。佢係想起道門啊，應該啊，太平清照，哇，靚喎，識喐噶，真係估佢唔到會拍得幾靚，立體嘅添。整个海浪它可以 keep 住在半空那里飞先犀利，有了船添，有个平安包啊，想不想吃下个包？有很多包啊，包山，好得意，好得意，有个人仔眨眼添。好似跳緊迪士尼高咁，哇！醒獅啊！走嚟遠啦！好犀利啊！呢个靓啊！天空平安两个字啊！现场人士请注意，演出已结束，请在场市民遵守秩序并离开会场。多谢合作，比我预期中好新鲜。烟花就睇过几次，无人机第一次睇，唔同嘅体验。就算冇无人机，其实香港依然都系咁靓。